个杀不了人的杀手，一个抓不了人的警察，一个救不了人的医生，凑在一起竟然屡破奇案。正义是需要去守护去追求的，不是所有穿制服的都会保护百姓。这都不是我，他是关键证人，证据就摆在眼前，你还不承认。新剧精选关键证人，8月18日起，每逢星期三及四晚上10点，2集连播，8度空间探案揭秘播出。